今天分享山药的新吃法，外酥里糯，简单又好吃。山药切成厚厚的薄片，蒸熟，趁热压成泥，加一勺白糖，适量糯米粉和成面团，裹上芝麻，按压成这样的饼，摆入锅中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这样做的山药糯米饼简单又营养。